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来选择跟民众党站在一起，选择跟柯主席站在一起。这些大恩说实在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不过我今天还是要特别来跟大家讲一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就是如果台湾有司法公义的话，我真的要说请把我的先生放出来，请还给我的老公，请还给台湾社会那个在医院里面救人无数的柯医师，也请还给我那个在台北市长八年之内帮台北市做了那么多招商的工作，做了那么多活络商圈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做活动，我想他对一个西区门户计划他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我常常在中华路上面沿着公车坐到北门成恩门那个地方去，我想台北市的改变应该是有目共睹。我要强调说我们司法是公平正义的话，请还给救人无数的柯医师，请还给我的先生，请释放他。